迎参加今天的午宴。刚才看到各位脸上洋溢着笑容，我猜内心一定有数年来未曾有过的感动。什么感受呢？幸福。事实上 IC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与健康的代表，以后所有求子朋友都不必这么辛苦。那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，感谢优秀的伙伴小静老师精心准备，希望能带给各位难忘的回忆，谢谢大家。它是过程，终究会过去。不管结论怎么样，它都会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它都是值得的。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把希望都寄托家庭啊，变成三，变四。最坏的时候也会有好事发生。